说真的，我是不在意钱，我都不在意。看得见吗？刚想说打完打不赢。男子双打第八场是冯甲、陈瑞群、蔡嘉伦、淡江陈尚丹、何振华，也是第十五球台出场比赛。双打，啊，第二场。等的有点久，对吧？双打还比较慢。第一场对方的对方8点，对方也没有啦。19是哪个？现在激战中，对，不容易。好，然后我爸还在，不打。刚开始，你领的时候是哪个？OK， 你从台中嘛？那个很快。知道。嗯，还是我的账，你到新的兵座了，他说我的账没有办法，自己在做。637，他说637我帮我们过，应该是没有过，差不多应该大热的，是越打越就那个庙那里，对，六号出口，什么就是那个庙，637，所以要有对眼。好 ，OK， 好。Yes.